哦，那这就是这叫这念瑞吗？我哦，人的名儿哈。这是人家的风坛。哦哦。还能风坛。哦哦哦，风坛就是这一坛子封起来全是你的了。就那一排，您看都是。哦哦哦哦。哦，都是53度哈。哎，对，也有一些别的不同60度的高粱云浆。哦，还有60度的呢。对，最低的是39度。哦，最低39度。哦，这些都是封坛的哈。哦，康臣龙哦，谁的名儿就是谁的。对，写了谁的。那它存在你们这儿啊？对呀、啊，在这儿存着，窖藏了几年，放点儿了。哦，嘿，真好玩儿。是。那它这个。哦，蒙特泉，工厂工。好，这能进吗？不是，您想用什么就咱给您封什么就好。你可以存在在这儿。对。啊，你是蒙族吗？不是，我不是。我不是蒙族。然后这个坛子也不是根据坛子定制的，就是您想要什么样的，咱就给您做什么样的。对，里里外外都按咱自己的心意来。这工厂在哪儿呢？酒厂就在赤峰呀，就在赤峰。赤峰宁城。那蒙特泉是一个泉水。对，泉水的泉，因为咱们家酿酒用的水是地下的温泉水。从岩石缝里面抽取出来哦，所以它这水好，所以叫蒙特泉。对，含丝量高。当时咱去做过检验。含丝。对，丝就是一种微量元素嘛，啊，然后对身体也有好处。啊。我上次就看见好多大酒坛子，但后边就去吃饭了。吃完饭从后边还能走哈。对对，所以我就没仔细看。嗯。就是咱们家的收藏系列的酒，卖得很好。哦，是木头箱子哈。哦，里边是这样的，叫收藏八号。哦，这做的就跟子弹箱似的，收藏八号。哦，都是53度。它那个白酒一般那个必须53度哈。53度就是相当于那个。那个赤峰市里啊，还是在村里？那个赤峰市宁城县西子镇和硕金村。哦，我去过那个卡拉沁旗啊，我一小师弟是卡拉沁旗的旗委书记。哦。咱们有时间可以去酒厂。对，我去。对，咱们酒厂也有会所。我去住宿吃饭。我去那边是出西红柿，出小米儿是吧？就当地种。有好多北京和当地合资的企业，但我就不知道还有这个蒙特泉。哦，这是黄米的，黄米荞麦，用不同的这是黄的，就是黏的那个黄米。对，那种小黄米产量特别少。哦，然后荞麦也能酿酒。也能。零售价每500毫升90元。基本上谷壳类的粮食都能酿酒。哦，都是粮食酒。哦，这80元。这是给我这眼睛的，眼睛现在不行。小麦大曲原浆，大曲，这我都听不懂，大曲小曲。哎，还有就是我看那个有一个卖酒的，他跟我说他那个酒是清华毕业的调酒师。那个咱们的调酒师是国家级的白酒评委。哦，于先生，他是参与国家白酒标准定制的一个。那酒为什么得调一下？最后都得调。对，因为它刚产出来之后，它是一个60-70度的原浆，啊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甲醇跟杂醇，咱们都是需要进行一个杂醇处理工序的，不然这酒不能喝呀。那我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。那时候在那个可可西里晚上特冷，那个我有一同事叫党州，还一个马千里，一个是回回，一个是藏族。然后就冷，他们爱喝酒，就把那个工业酒精，就兑起来就喝。咱们是拿粮食酒和粮食酒粕进行一个勾调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它就能起到一个降度的作用，而且喝到身体里会更舒适。这都不懂啊，这得从头学一下，啊！我一进来，你这那么大房子都是酒香，啊！谢谢你啊，是走上边穿过去是吧？他订了一间屋，叫什么屋？我没记住。这是下水营的，就是后院。啊！
哦，是，哦，他，哎，你看他这么奇怪的走过来，就是说他把其他地儿是不是都给租给别人了？我老觉得还留了这么一条奇怪的通道。啊，确实。要不然从那个外面直接到那个特别院的位置，啊，是吧？哦，对对对，上回就是车，我记得还能停这儿呢。就刚才咱们路上那个导航说，到了个位置了，嘿。做有故事的人，喝有文化的酒。哦，那儿呢，蒙特泉师傅。您看吧，就是这种，我觉得这种其实是简易的，啊，它对对对对对，不能保证。对，它就是原来肯定是，我觉得就是庄稼兵的房，可能是。对，这些他都不是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这一走到这儿我就有印象，因为上次老邓他后来的，他停车就停这儿，我那车就接我那车就停前边，我还说哎怎么不是一地儿？你看这儿这儿哎，对，刚才咱们车从这儿过的时候吧，哎，他说已经到达。您吗，唐老师？哎哎哎哎哎哎，你早来了吧？啊，刚来。刚由这儿穿过来。哦，你刚来啊？啊，黄爷爷呢？黄爷爷可能刚到。哦，哦，哦。您家，哎，老崔，哦，啊，上回他送过我。啊，对对对对。上回送过我。啊，这可是大家啊。不是，我们这是盼星盼月上才给盼。那不是不是不是，嘿，你。啊，这共产党100周年。哦。这个限量版。限量版。哎，我们又是从那个酒馆里边过来的。哦哦哦哦，他停在外边了，我们不是门口了，也能停也行。人家不说吧，安全，你那个这边更方便一点。对对，你从哪？哦，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从哪过来。你要停下来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放那儿啊。来，好家伙，名人你两个。啊，有的是名人成不了家，有的是家成不了名人。谁瞎说？瞎说！黄爷爷，黄爷爷来了吗？在呢。哦，来了。哎，对，就这节目，上次也是这节目。黄爷爷，我就这。黄爷爷，快！哎，好，让我这。我们您不能这样叫。哎，不是，那也不是黄爷，黄爷，我那个，您上次送我礼物。那个聋哑人是吧？啊，不是，聋哑人。首农的，首农的，首农集团的，我给黄爷。北京有名，喝的牛奶全是您的。黄。啊，三元，信得过。信得过。可是个大企业。啊，对对对，是。嘿。我给黄爷，黄爷上回。啊，嘿。二三年，今天几号？签字售书。6月8。我没售，不是售书。没有吗？没有，黄爷上回给我一那个特务照相机，那个，这个给我写跋的是那个您学校的许元斌，哦，啊，在最后一篇文章，这书，所以就是就，行，哎哎，一定要好好拜读，哎，不用，您不拜，一看我瞎说八道。这是老崔，我哥们儿，守农的，对对对对。他不对对，他没退休，咱们都退休了，啊。我是想做辈儿啊啊！哎，我在这边。就是说，您这个岁数，肯定要回我来了。年轻点，52，比你这大52，七。啊。哎，那坐，今天我就坐这儿吧。电影跟您这个